我是公关列车的那班2009年，10月21号，瑞芳站，瑞芳站11:23出发站是。12次就往花东用号台中的，编号2037加2038，原装普右号，原装普不用买自强号。OK， 你十一车次就原刚说2150/2050要停的，那8788要来了。好，一起来了。1174将三千毫秒力，然后七三八千一啊，保全呢？只能说又是两种不同类型号，然后同一个号码的列车的。拜拜，我的猴子再见喽！12次中华钢矿台东的铁一红，2031/2038，远东普友，远东普友不用买自强号，在瑞芳站，瑞芳站已经死了，谢哥啊！好的，174要再乱，然后呢，代币11次的普友。